我这次中了很多发票。你怎么知道你中了很多发票？因为我现在用电子发票兑奖，中奖之后他不但会寄到我信箱通知我，而且现在还增加了无实体电子发票特别奖，让我多了很多中奖机会。那我发票都还没整理好，你就兑好奖了。但是电子发票中奖了，怎么就会社福团体啊？现在不用这么麻烦，只要消费时告知店家社福团体爱心码，发票就会自动捐给他们哦。请慢用。